喂，阿公，你那么长哦？啊，你阿公，你笑完了吗？公啥？你有没有后悔没拿棒球棍？啊，对呀，太哈对了。哈哈哈哈！不过那个跟真实的情况比较像啊。我本人就是那样啊，的呀。你要应该也是拿钓竿吧？钓竿太细了。可是很长啊。哎，翻那才过是了。我的最终形态啊！哎，他奶奶的！要我们去捡外面一点的吧？外面一点，哦，我开到我自己声音了。我感觉是要离开这边再回来吧。你们想不想改脚踏车的颜色啊？我还好不用不欸，用不用不用不这个用！颜色我很喜欢啊。啊，不用钱，带你们去要不要？是在计程车那边吗？哎、啊，你他娘的！我怎么了？你怎么也知道啊？谁跟你说的？全岛除了他都知道吧？除了杰伊，全岛都知道吧？我没关系啦，结果你也知道吗？我不知道。走啊，你以后要知道啊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好。我们骑慢一点，不要理他。没有啦，走啊走啊。他怎么骑这么快？他就很奇怪啊，年纪98岁还骑那么快。你看，等下被车撞到，所以他才会讨厌警察，警察都会找他麻烦啊，懂意思了吧？阿公最讨厌警察了。对啊。他说小夫局长，他最讨厌嘘的。嘘嘘嘘，快到快到，快被他听到了。他知道啊，他有讲过啊，不信你你问链他。子掉了哦。我在等你们，你们也太慢了呗。你太快了好吗？啊，你们体力不行啊。阿公，要脚踏车要慢慢骑，不然会受伤。我的脚转速天生就是1800，我没有办法啊。阿公，垃圾车后面。他想撞我，他想撞我。阿公，不要骑到马路上，很危险。什么东西？他刚刚骑到马路上，很危险我呐、啊。知道啊。哎，我的淡水下雨了。哎，其实走这边比较快。来来来，等一下，阿公传简讯。哦，知道了。Sorry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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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orry。你先去存车
等一下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变等一态下，哟！新干，你知道这台车多贵吗？你知道这台脚踏车多贵吗？不是，你哎、欸，去别的地方约会就算了，你在不我们，是，阿公你，约我们来这边，结果阿公走散了，你知道不吗？是，阿公走散关我屁事，他去哪里也不关我屁事，不是你去约会，你跑我到没我有约会，你听我解坐释，车是房约会。阿公找杰伊过来的，啊，结果阿公走散了，基德，你知道这多贵吗？我刚刚传简讯给阿公了，不用担心啦。这多贵啊？我不知道，你说哪一台？这一台啦，140万。这台140万。对。你怎么随便上人家车啊？我想坐坐看沙发的质感吗？这个车是随便可以给人家坐的吗？不行。对啊，那个超跑租赁公司都要收钱，你知道吗？对，坐一次5000。阿公，对你啊。看，没有啦，我跟你讲啊，阿公先不说要坐，阿公，哈哈哈。记得，你去找他，你先跟他讲那台车有点问题，不然他可能不知道，以为我们在骗他哟。那台车会怎啊，样？会不见你哦？先跟他讲，先叫他把它开回来，不然我怕等等出问题。那台车怎么了？那台有问题，所以我们在测试哟。在处理是不是？对对对对，哦，这笔我下次再跟你算了，我们这么熟，就算了。你还要吃胖老爹吗？我还有哦。好，胖老爹。可是为什么你给我的胖老爹我不能咬？啊，真香，但不能吃啊，小心肝，这个鸡不能吃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啊，那是拿来闻的。没有啊，刚刚阿公在带他，然后我带杰伊走捷径，就阿公就走散了。这台车买你500万啊！是吧？等一下啦，你不给钱我就不下车了。哎，我播个广这台告哦，现你在先，没有剧情，这先台你播一先下下来，这台有问题啦，我觉得没问题啊，很十秒好啊，钟没播广问题告，啊。倒数开始，还有那两你就秒，那一我五十秒，块给你买啊。走吧，记是得啊，我们先去处理这台事情。这台车要处理一下，这台车有问题啊。那我知道他就可以开啊，我也可以开啊。不是开的问题不啦。是啦，那台外星车啦。老公你乖啦，然那台后是外星车。你就外星车就是复制的车子，你存不进车库啊。然后但它还是算你的，可是这样就是算违法的啦。对啊，对，那样子是一个问题，对对。啊，所以才会要来处理，那你就进去 OK。改颜色就好了。还不是要改颜色？阿公，你刚怎么走失了是啊，没有啊，我是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跟上啊。啊？哦，我声音，他们声音都很小吗？没有，因为我们换语音了，我们换那个，你们觉得很小吗？我看看哦，怎么拉大声？啊，这个都不对，开启混音装置，不会啊，拉到最大了诶，还是我要这样子？可是这样只有我自己听得到啊。好，你喜欢灰色没有，那台是白色。哦。好，对不起。阿公嘞，在干嘛？然后阿公，快点，这边都是食物的箱子。那你们会不会赛跑啊？赛跑。昨天有玩过，可是我不会用。阿公，阿公，我问你，你去打猎了吗？
那打猎不好赚啊，打猎是最不赚钱的呀。真的哦，他怎么打猎啊？跑一趟要10分钟，回来才200多块。哇！那个是什么？是。就是你去租一台车，然后去找几头鹿，然后回来把那个鹿肉埋掉啊。啊，你那们不这是样，会遇到山猫？声音有然后大同样声的话，吗？山猫还会咬你啊，声音会大声了吗？而且它会等你下车的时候才冲出来啊。哇，真的很不好赚，还好没有去。有咖啡，有10个咖啡啊，发大财了！哇，这边还有，这边还有，这边还有。你不要偷看我的屁股啊！没有啦，我在看垃圾桶里面有什他么是不是在东偷看我西的屁呀？股啊？没有啦，我什么都没有。什么都没有。哇，两个诶。又没有。还是有点小声哦，我真的没办法嘞。没关系，我们不要有得失心，我好不是好？没有啊。我们是为了日行一善。爷爷，你找到什么？没有，我啥都没有找到，都是空的呀。早知道就把刚刚那台车卖掉了，我还回来干嘛？啊，一个面包，啊，太开心了！啊，赶快吃一口面包，好香我现在都不敢吃汉啊！啊，堡了欸。这个面包上面有汉堡的味道啊，还有意大利面，哇，好赚哦！太香了呗！哎，还有块肉丝啊！是肉排。啊，真香阿公在要去哪里？啊！啊，去哪里啊？我也不知道。我怎么都会一直自己骑车呢？停下来了。把自己的音量控制程式全部调到，不行啦，耳朵会爆掉哦。我现在人们送过外送了吗？什么是外送？送货啊，没有诶。送货，然后说被送爆货，神经。你在吃面包哦？啊，对啊，我要吃面包杂送货啊？啊，要去那个56中心租车啊，然后你要把它跑完才赚钱啊，不然那个车要保证金很贵的，而且撞到还要赔钱啊。哇，这样赚吗？而且有时候那个野狗都会去偷喝你的汽油啊，所以你还要半路加油啊。哇！那加油很贵，食物很我贵耶。刚刚就一我台呢？外星车还加下去，我快哭死了！所以我一次就亏了8000块呀，是男人。哇！哦，白痴哦！气死重我点了！是他们如果换别的频道，或者是……点到什么那我东们是西，不耳朵爆是？炸啊！吃屎是要，乖乖捡东西吗？我觉得是不是还是继续当清洁队会不会比较好？是啦，保特瓶是钱的来源嘛，大的还东是我们去卖珠宝珠宝，啊？啊，对呀，我你们要去教卖珠他宝。哦。那个怎么卖？那个我不能参与哦。抢过来卖啊！这个我不参与哦。为啥？你下班就可以参与了呀？不不不不不，我叫老乡带着你呀、啊！不行不行，老乡没有失败过。哇，没有哦他不，没失败过，不代表我们会失败啊。啊不回不回，他都没有，他很牛逼的，他抢太平洋2次都没有失败啊！哇。而且进房还给他100万奖金啊！为什么你可以叼烟呐？好好屌哦！
啊，这是我上个月买的雪茄，我抽到现在啊，我都舍不得点燃，这么神哦！只能吃那个椰汁而已啊。你可以带他跟小猫去啊，小猫也想抢。只是小猫，小猫一个淫妇，小猫他第一次抢好像就很惨。他跟谁啊？谁敢跟他？哦，也是啊。不然你今天陪那个啊，因为我等一下要出城。好好啊，我也是要晚点也要出城的呀。哎，对哦。啊，你不想要我去是吧？不是啦，忘记了嘛。啊，你要不要去啊？去哪里？可是定位定好了啊，他只能参加之后的啊。旁边拿张仪式不就好了？啊，也是嘞。去，要不要去你那个我们打飞机去台北的那个火车站？就是我们要哎，你谁？待会要出国了呀，要去台湾玩啊？谁？哦，哎，有人哎，谁在讲话？是，妈的嘞，养乐多是不是啊？这陈武的声音吗？我没有听到，你等我。陈武在哪里？有人的声音呢？还是他？他讲话嗓门好远哦。他是不是全世界呼喊啊？没看到他哎。可是我完全没有听到啊。哎，杰伊有听到吧？有，我有听到，我有听到。是说什么？你是养乐多哈这个？对啊，他在讲什么？喂。喂。藏在里面呢。乘务吗？不是欸。哦，好像上帝在帮他用了。哦。哎，你们有没有听到乘务在说话？哎，你们有没有听到乘务在说话？没有。真的假的？他们都听到乘务在说话。我们两个听得到欸。为什么你们会听到？你们内建的是没关掉啊？我关掉啊。内建你们怎样关？第一排的那个要关闭耶，就直接关闭，它整个关掉耶。对啊，整个关掉啊。怎么可能？你们是关麦克风而已吧？你这台车多少钱啊？啊不，多少钱？你这台车卖多少啊？对不对？哦，这样关掉就不应该听到。是语音聊天全部关掉吗？对，要整个关掉。啊，这样子无线电有用吗？啊，无线电还有用吗？一样啊，都有用啊。哦，好，谢谢谢谢。啊，为什么你跟阿公都有雪茄抽？你，我跟你讲，你想要抽雪茄吗？哦，那算了，没有，我现在不能抽。3000块，我2000块，我教你。1800，1500。我跟你讲，我的雪茄比较上等啊。我嘴巴摇的直接给你了。1200不能再低啊。反正我摇的。哦，没事没事。抽啊！好啦，算了啦，没关系啦，抽烟对身体不好，对不对，杰伊？你是小朋友。好，事情解决了，我们可以走了。红配绿啊，红配绿，这个好，这个好。抽死了！不是啊，要鲜绿色啊，红配绿，狗臭屁啊！哦，我喜欢这个啊，你红色亮一点，红色再红一点啊！哎呀，生气了！你有毛病啊！看，我是在场最老的，他说我老，他说我小。现在要去修一下陈武的喉咙，哎。好，你先去吧。等一下，我跟绿宝处理，我跟那个变态处理完。好、哦、好，好，走啊走啊走啊！所以你买计程车就可以接客了、哦。对啊，俺
想一下，哪个迪利特？不是啊，还是捷克哎。嘿嘿，啊是要买那个车子就可以了，是不是？啊，对啊，15000块啊。哇，那我不就是可以一户上班接着送？哎、欸，对啊，对啊。哇，发大财！发大财啊！那那个捷也可以啊，你有15000吗？啊，可是现在也够，我都会投河汽油啊。啊，对呢。嗯。主要好像也还好哎。啊，你刚刚是不是把人家你说那个肥婆丢到地上啊？你还揍他对不对？我刚刚看到他躺在地上哎、欸。怎么揍他？还是他晕倒了？啊，可能他太废了就晕过去了。那个闹中风啊。哦，好哦，应该叫医生的，可能可以救他。啊、不用直接叫灵车呗。哎、欸，8500说可以再加哎、欸，他说再改一下就可以了。哎、欸，傻，你看一下啊，那个傻，就我们台那个啊，要搭车搭飞机去台北的那个啊。哎、欸，对呀、啊。哎、欸、呀、啊，啊8500说可以再加。要来吗？介意？今天呢、哦？对啊，这样怎么好意思？是不是太突然了？没关系啦，对啊。还是你根本就不想来？没有没有，不是、啊、不是，不想来啊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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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是这个意思。你是觉得不好意思而已哦？对啊，我想说，再久应该还是会有下次吧？再熟一点吗？对啊，我下次、啊。没有没有，这次是连那个马来西亚、新加坡都来了。这么厉害哦，对啊，那个有香港的也搭飞机过来啊，有的没的啊，大陆的也有，从上海飞过来。不好意思啦，没关系啦。啊，阿公我知道了，我们就直接加他的位置，他就会来了。啊对啊对啊，直接卸上去不就好了。我听说跟女生搭讪就用这个方法，不能问他你喜不喜欢？你要不要？直接说这给你。哦、啊，对啊，万商起点在那个、啊、火车站的火车下面集合。啊，对啊。你是不是很为难啊？啊不没有啦，我是为难。还想说你们都定好位了什么的。没有，就只是先预约啊。啊还是阿公他讨厌你，或是讨厌我？哦、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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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没有没有，那一定是讨厌我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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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我已经说了。小心你把它夹进来啊！我，你是说？我不方便。还是你也不方便啊？不是不方便，我没有他的。对啊，我也不方便啊。那我问一下哦，他就在我旁边，直接跟他问就好啦，有没有？哎，什么事？啊，你直接打赏连出来，你的手机账号。手机账号，你说号码吗？对，我们刚刚两个就在讲这个。等一下哦，我发呆一下。啊，有脑电波就好了，白痴啊！小心你有没有看到我上警察局那张照片啊？等一下，我在电波。
看到了，我看到了。阿公，我好了。剩下交给你，我先去发呆一下。我的心中在下大雨。哦，对啊，疼一点。我觉得，我想先回车库欸。啊，对啊，我也要回去了。好啊，好啊。那小心肝，你要去吗？哎，回来了，我的内心在下雨。干，跑掉！哎，他是不是想帮我鸽子？他是不是想放我鸽子啊？什么东西？什么？我说啊，你们是不是想放我鸽子啊？没有，我想说叫你没有回啊。哦，我刚刚说我心中下雨，我发呆一下下。哦。啊，现在咧要去哪？回车库了。好，走啊，走啊。哎，这不是臭乞丐吗？哎，臭乞丐！哎，臭乞丐，你在干啥？你在运动啊？哎，哎，臭乞丐！我要买脚踏车。啊，好啊，啊，你们先回车库呗。好啊，我们先回车库好了。你看一下，哎，你看一下你。哎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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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你知道我为什么也叫小心肝了吗？当小心小心就是在叫我。只有我不在。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。好，我再跟阿公说一下。我觉得还不太熟哎，这样子去真的不会尴尬吗？不熟吗？我觉得还好，我觉得里面的人都很好哎。我当时。当时来的时候跟大家也不熟啊，啊，他们也是硬把我拉起来，哎，去对面，我们去对面。你真的是很厉耶。没有啊，这个是刚刚学弟跟我讲的位置啊，啊，结果就记下来了，那就。运气就靠自己咯，我是觉得我没这个运气啊。换职位，我没换职位啊，五个咖啡。
哇，十个咖啡。这里好多大型垃圾桶哦。对啊，刚我那个学弟就把大型垃圾桶位置都跟我说了。对，我等下可以带你跑一轮。为什么你在捡东西？现在新的东西就捡一捡啊，有东西就捡啊，没关系。这里，这里。哎、欸，还好没去打猎、欸。怎么说？他说：“你看，你二十分钟下来才200块。”啊？二十分钟下来才200块？对啊，而且你还可能冒着生命危险哎、欸。那个是不是之后会做一些调整之类的？会吧，不然这样谁会想做啊？但只是好玩啊。就都要多尝试啊，然后他不是刚也想载货吗？载货该会改天去做做看吧。这门是不是可以开啊？走吧，回车库。走吧，走吧。来开他上车，拜拜。下大雨了哎、欸。对啊，我差不多要准备了，三点了。3:30了，走喽。我抓到那只狗有奖励吗？冲去打他，跟他说不，啊，都是我们的，啊，这一片真实的冷色痛都是全部都是我们的，对呀、啊，
机会你砍到了没有？机会就在垃圾桶里面。对啊，以后谁敢拿垃圾桶，就是跟我们过不去。对啊。哎、欸、阿公，啥？他进来了，剩下交给你了。交给我？对啊。不方便啊。可以啦。哎，有钱人哦，不理人喽。哎、啊。对啊，他不是叫我们等一下吗？没关系啊，我想说还不太熟去的，不太好意思啦，啊、没关系啦，没关系。好啦好啦。对啊，反正我先进群组，反正还是会有聚会嘛，对不对？好吧，因为真的有些人是飞过来的啦，没关系啊。那其他人也会很尴尬啊。哎、欸，不好说。啊，有钱人连是警车吗？警车啊，这个黑色的、哦，这个是他们说之后政府会再改颜色，改颜色改样子。他根本没把你放在眼里啊，警察达人。来下车。你看，你看，我的肇事逃逸，肇事逃逸。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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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没有啦，小心被撞到。来靠边，靠边。来，刚刚你违规回转，拒绝受检，有什么要辩解的吗？还有肇事逃逸。在协助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记得死人了。找东西哟。来找什么东西？是有的狗，你要小心脚踏车，你可以会杀人啊！违规回转，拒绝受检吗？木有，所以我停下来了哟。我刚刚没有听到你的声音。他说他人是那个徐政府的官员，你就罚不了他。他觉得你会。哎、欸，阿公，我明明就没有讲这种话。学长真的啦，来，学长，来，那你违规几个回转？我要怎么回去？两个。那你知道双黄线可以回转吗？我问一下哦。可以啊，不是不可以，不可以，不可以哦。不可以。杰一，你有两人的车吗？那你几个？来，你刚转的几个？没。你猜中了就不猜你啊。一个。有脚踏车。三个，四个，四个有。我有脚踏车。还是你有两人车？对。那我就开你一张就好啦。不是，學阿公。我真的在。阿公，阿公。你不要这样子哟。啊是啊是啊，你有两门或四门的车吗？记得刚刚在这里哦。这里记得在哪里？啊、哦，没关系，我回去开，回去开。这里有比较记得的。有没有？哎，啊都没有啊。会哦，你刚刚看到我被夹一下，我也快死了。哎、欸，救人起来没有？没有加1200哎、欸。下大雨啦，雨好大。我看你这么老实，我就开你一张违规回转就好啦。我来了，上来吧。他真的不是故意的啦。不是故意的，在我面前还一直转，一直转，一直转。啊，安全带记得系好哦。不是故意的。哎，有。我可能要快点过去，不然我快来不及了。你，我知道，等我一下。你是小心肝是不是？对对对对对。哦，我快迟到了。我不然我随便擦一下好不好？帮我擦一下。小心肝快，我想跑不起来。
好，你不要动，你不要动，我现场帮你包扎。好好，那你先给我一千，你带1200丢地。哎，好好，先这样吧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没有没有，我刚才跳起来脚有点痛。什么东西？我刚才跳起来脚有点痛。好了吗？啊，好，啊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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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这边有台脚踏车可以骑吗？那个不行，那个会夹人。哎、欸，好啦，我也要关台咯，我要先洗澡，整理一下出门。虽然4月7点啊，就先准备一下。好啦，感谢今天陪伴啦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那我们晚点或明天见咯，晚点不一定啊，搞不好真的吃太饱很累，就没有开台了。好啦，感谢各位咯，拜拜咯，拜拜拜拜拜拜啊！最后播广告，我广告的话，我跑到车库就播咯，所以准备一下哦。中午不下雨，现在才下雨，热死了。补个咖啡。好啦，好啦，要播喽，播完就关台喽。准备喽，准备喽。跑起来，跑起来。好。